这个刚开始，就是把大米再做上，小米再做上，它就方便了。对对对。嗯。是大米再长一点。嗯，大米再长一点，小米再小米要更长一还有一个哈，做成前后四个纸团的，四个纸团。嗯。啊。就是把那个前面那个纸团去掉。啊。把后边的那个继续把它加到前面了，做成这一种。啊。嗯、这样好呗，这稳当。对，稳啊。啊。嗯。它让它不稳，你看见了吧？啊，对，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腿肉团了。就是把腿肉团去掉，啊、做成、那就对了。他腿肉这有没有其他的用？我再问问。他那个高度哈，他那个高度那个小臂啊哈，那大臂啊，大臂再加上那个用三四就很好了。对，再细一点30公分行了吧？对对对，加上三四，那个小就那个什么大臂高一点，高臂那个小臂纯粹随便你说就完了。对。你看小臂越长，它装手越费劲。对。嗯。走吧。嗯。